我观光，我骄傲，狂买东西用不到。很后悔是我买超多的药妆品，就是放了都过期啊。对，很容易，因为像这样一罐里面有325颗，哎，买一些我爱系列啊。你买完之后你回来真的是不太会穿的，这叫什么什么打欧？那个不是打磨吗？大家都有打磨，没有打磨。金买得点，东森超市圣子丹频道，我就问你正常吗？